我可提醒你，拿着东西犯事了，分分钟能找到你。远程监听，同步录音。明天，这些就是他们婚姻诈骗的罪证。我不知道您是出于什么样的理由能提出这么过分的主张。除非我有证据能够证明宋浩天存在婚姻诈骗行为。下面我就来播放这段录音。小孩，你有完没完了？你有什么资格说话？你他妈凭什么打我？够了！打幺二零！打幺二零！如果真出了什么事儿，你可得给浩天当律师。别忘了，我们是一条船上。病人暂时脱离生命危险，但是大概率会成为植物人。大夫，我不是说他是植物人吗？还能康复吗？这种情况很难康复了。以后你就乖乖待在这个房间。你还不信啊？小心驶得万年船呢。好，那我们就试验一下。哎呀，不行，我看他眼睛有犯怵。那你也逃不了。你老实待着，我得出去一趟。